我不敢说你的方法对还是错，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不敢不理喻因果定律。好，丑八卦，你以树木为你的对象，对吧？它开始做某种的作用力，像他写的像啊，它也可以做某种的替代。你用八卦的力量在行你想摆脱因果力的事实的这个过程中，有没有违背因果？问号。哦，是说老师，那个太阳心法是在你摆脱因果定律的一个方法？不是摆脱因果定律，是跟我刚刚前面讲，跟因果达到共识，刹那间它变成你的护法，而不是跟你相对立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懂。好，我们是从善如流，我们不跟人家结怨，所以所有的因果它是我们的护法，所以大家一起来，他总要赢，你也要赢，大家一起赢，才有可能成功的明天。